来自北部订单不断，业者忙着装箱，将中原澎湃组的在地伴手礼好物送至东港东龙宫去拜拜。东港松品业者有感于普渡将至，但疫情期间乡亲不方便出门，若想遵循信仰又不晓得如何是好，因此推出普渡帮你拜计划。民众只要选定好礼，业者就帮你拿去在地公庙拜拜，拜完再免运宅配到你家。现在就是接近七月啊，一般我们民间就是会有那一种普渡啊，想说我们这里有很多也是可以可以普渡的啊，就结合我们屏东的这些好食的产品啊，让一些没办法来我们东港然后宫庙那里啊，我们就是帮他组合好，然后带去宫庙那里啊，帮他祈福哦，消业障啊，保平安啊，正了一个啊工啊，咱去家做这个工课。有信仰的人有这样的服务，我就不用去人挤人了，而且现在疫情呢。许多游客大赞这贴心服务在疫情期间相当适合，而普渡组合除了美味的松品，还有许多在地特色伴手礼及农产，让远在外地游客也能品尝屏东特色。这一次我们就是集合屏东比较有特色的，像我们的那个鲔鱼松蛋卷，然后还有华珍的煎饼，就是蛮多有特色的。那在拜的当中，就是让大家也可以吃到在地的一些好物这样子。他也不知道怎么拜啊，也不知道去哪里拜啊，这一个事情就由我们来帮他做啊，拜好了以后，然后再免运费帮他宅配到家。业者强调，现在许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怎么拜拜，也不知道到哪拜，因此推出这样的贴心服务，也能在疫情期间避免群聚，又能实现祭祀祈福的美意。屏东新闻，不听杨正义采访报道。